在现实生活中，有时候我们就像落网的鱼，面对生死苦乐与成败得失，身心挣扎其中，难以摆脱这张苦恼的渔网。那么我们如何超越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卸下沉重的心灵包袱，进入自由洒脱的人生境界？品味人生哲理，感悟禅的智慧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延生，今天我们继续说禅。那么宋代圆悟禅师有两句话：春色无高下，花枝自短长。这两句话呢，把人类的分别心啊形容得栩栩如生。春天来了，群芳争艳，姹紫嫣红，各种花朵本来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，春色无高下嘛，但是在人类的眼里面呢，他们却有着高下之分，长短之别，那么大家都喜欢那个色泽繁艳、香气浓郁的花朵，都去嫌弃朴素无华、香气平淡的花朵，这就是人的常情啊。那么人类的种种束缚呀，都是由于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有了妄想，有了分别，我们人为的就升起了好恶的念头，升起了执着。于是呢，我们执着于美丑，执着于好恶，执着于大小、高低、长短、黑白、尊卑，在这种种的执着、分别、对立中啊，我们迷失了自己。那么人类由于有了苦乐、善恶等等种种的对立，我们就产生了种种烦恼，要想从根本上来解除这个烦恼呢，就必须超越这种相对的世界。那么超越相对的世界呢，就是要清除我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分别的观念。这就是禅的智慧给我们的切切实实的受用之处。在禅的世界里面，放下执着的最根本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二法门。那么通过不二法门呢，我们可以超越一切的对立，可以培养一个从容淡定的心态。不二法门它的主要的内涵就是超越一切的对立。不二就是超越相对的观念，法门就是参禅悟道的门径。那么不二法门呢，将自己与他者，贫困与富有，贵贱、尊卑、大小等等等等，所有的相对的观念全部的加以超越。运用不二法门，可以使我们对自己和他者赞美与诋毁、顺境与逆境、生命与死亡等等问题有着透彻而洒脱的感悟。禅是一种生活的智慧，是一个心灵的家园。让我们一起来听禅、品禅。